呦呼！这大扇贝，这叫扇贝肉，知道吧？肉是肉，黄是黄，什么东西都能看得到。还有，你看这个肉，我就给掰给你看看。哦，这边，给个双击，给一个。今天可怜兮兮的，可怜兮兮也没什么好东西，弄来弄去就弄点。哎呀，今天吃饭都没精神吃。你下去吧。啥呀？啥也没有。出来的呀。今天本来想做点麻辣的，忘了。早上没有买点这个，买点那个麻辣火锅底料。给个双击呗，行不行？哎呀。估计你也不会给了，我也不要了，给一个哈，给一个，哎，点一下屏幕。哎呀，香螺肉，这香螺肉看到吧，不香。还有，对，教你们称王吧，是吧？很多人不会处理称王。下面这个摘掉，你可以看到这边这个不太好，给它弄掉，弄掉这一块别扔了，这个还要再吃它的，沙子就在这边，你知道吧？再摘掉，弄出来以后把这个去掉，把这个吃掉，这没有沙，然后。你做个双击，我教你弄，可不可以？给一个啊！哎，先搞一个好东西，椰子焖鲍鱼。这边是它内脏，不吃，吃就吃肉。在这儿，一股很清香的那种椰子味儿，很酥的，啊，美味，啊，双击一下，给你留一个，留两个吧，行不行？双击一下，美滋滋的东西，哎呀，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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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这啥造型啊？这啥造型啊？哎呀，嗯呀，你看这，哇塞，一丝一丝的。这叫真正的扇贝肉，你想要它多大它就有多大，全是黄，哇塞，爽的我得的，这么大是一点都不舍得浪费，对不对？我说做个爆炒的，你不要让我做个爆头的，做爆头还说不会做，不会做就放进去呀，啊，放迷你呀，知不知道？放进去这就叫爆头了，你知道不？爆炒爆头这样做法都可以，然后你要放老抽，你知道不？一定要放老抽，你不放老抽，
它是白的，怎么吃？再放点醋，这样子爆炒，哎，不就这么爆着炒吗？是不是？其实爆头哈，也就是这样子，葱姜蒜一炝锅，干辣椒砰砰砰一炝锅，迷你咕咕咕咕咕一放进去，哎，爆头啊！关键是，我锅盖不知道上哪里去了，双击一下，我找锅盖，在这里啊，双击一下，双击一下，别那么小气。准备，哇塞，大吧，这东西，只不过它是个公的，是个公的，一说是公的我就不喜欢，我就喜欢母的，就是说白就喜欢女的。自我陶醉的感觉好像，这才叫扇贝肉。三口五口吃不完那种。嗯，用手都不完哦。还是整它啊，这大扇贝，哎呀，这个壳子不舍得扔掉。看到吗？哇塞！赶紧吃，待会儿凉了。刚才要扇贝，是不是？放大的扇贝，看吧。喜欢吃扇贝，喜欢吃扇贝，给我双击。